们刚刚吃了哈，日式的调味料烹调的麻婆豆腐跟，我们台湾买的麻婆豆腐调味料。我现在讲有点，因为我刚吃了中式的哈，就是台湾买的，就是吃起来，它叫麻婆豆腐，真的叫做那个麻，那个舌头哈就会感觉到。有点像被麻住了，然后，现在讲话有一点就是舌头不太能转哈，然后那个它的辣度哈，它辣度没有像日式的那种那么辣，但是它的麻却比它的辣度要重，所以我现在感觉到的就是口腔里面所感觉到就是一种麻，就是麻的，就是。被麻辣的到麻木的感觉，所以这两种来说，讲句实话，对我来说都是有一点程度上的辣。然后，最近比较少吃辣，所以对我来说有一点，就是已经到了有一点不能够承受的那种状态。而且这个，尤其这个台湾买的这个麻辣。更让我感觉到口腔，一直没有办法很顺利的讲话。如果以我能够接受的话，还是对我来说太麻辣了，所以我可能比较能够接受日式的这种辣度。